准备好了吗？演员们展现热情活力，线跳主题曲，粉丝们高举手机狂拍，还能近距离和演员大玩猜谜游戏。要猜哦，要猜哦。演员周小涵和杨明威当搭档，再找三个人担任墙壁，舞台上演壁咚秀，粉丝们尖叫连连，猜到一半还有超大惊喜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全场的朋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现场上百位粉丝一起过生日，让演员王新凯超惊喜。校园剧受到全台粉丝喜爱，十四日在高雄举办见面会。最新一季饰演班导师的男星杨明威也是首度参与见面活动。有吓一跳，对，而且他们刚刚出场的时候那尖叫声，我想说哇，真的蛮感动的。这是小涵参加过最多粉丝的一次见面会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别的偶像剧有办过见面会嘛，这次真的不夸张，真的是最多人的一次，很厉害。其他年轻演员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粉丝的场合，观众不畏南台湾炎热天气，甚至一早就到现场排队领号码牌，让演员们直呼真的超感动。 TVBS 新闻时间，宋家娟高雄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